赤裸、真真见血。每个人都想要当好人，这是我们子队最大的问题。Judy，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是很开心，是认真的不开心。我想说我工作很忙，但是我不知道要跟你们怎么讲。当天现场前人上场的话，我也没有安全感。我们蓝队没有很团结。